你都乐什么呢？还吃不吃饭了？喜事儿，咱们家有大喜事儿啊！我们不仅要吃饭，我们还要喝酒，知道吗？哎，我去拿酒，我背你喝。来来来，妈，哦，你没事吧？坐下来吃饭吧。 怀孕了啊！小草啊，以后这脏活、重活、累活都不能干了，打扫啊、做饭什么的我全包了，好吧？哎，不能再穿高跟鞋喽。妈，小草从来就不穿高跟鞋。哎，那也得当心啊。 不能像以前那么再大大咧咧的了，千万不能摔跤，不能举手，不能够提重东西，啊，也不能够。妈，我怎么觉得我像在坐牢一样？为了孩子坐10个月的牢，也得坐呀，啊？然后还有那个。 说说说，对了，我赶快还要去买叶酸，买维生素，买呀，还买什么？哎，亲家，你帮我想想，我还落什么了？那个俗话说吧，这怀了孕呐，就不能吃兔子肉了，吃完了以后啊，生的孩子三瓣嘴。嗯，对，我也听说过，虽说是迷信吧，但是咱得信其有。 不吃就不吃呗，那个兔肉吃了不是还上火呢吗？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两位亲吧。<笑>你们先聊着，我看当当作业写完了吗？他也该睡觉了。啊，小心点啊！啊，来，你给小草歇着，每天必须吃几个水果，啊，有的时候吃苹果，有时候吃葡萄，有时候吃香蕉，啊，给小草了。哎哎哎 跟以前也没什么不一样的，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他的好的。我不担心这个，妈真的为你挺高兴的。你看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这孩子是你的福分。我就是一想起过去，你跟岳峰怀的那孩子，妈，别再想了，都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凡事往好里想。 都怪我这儿子，没这个福分。
谁说的？有你这样的妈，是我的福气。妈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呀，就好好养身子，跟你那个婆婆生个大胖孙子，有了身孕的人呐，在家地位就不一样了。以后啊，就算有再大的劫难，都能解开。这老天爷呀，没亏待你。你呀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好。妈，真的，真的从心里为你高兴。怀孕的时候不能举手够东西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怎么不听话呢？妈，我又不是玻璃做的，要这样，我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了。就是不能干事儿，要休息，还有不能沾凉水，听到了？不能干的事儿多了，你就给我到客厅里老老实实的休息养着啊。这些活动，好吧，我不说过。快点到沙发那儿坐，你就把自己当玻璃人啊！你前三个月呀，特别容易流产，你必须要小心。现在是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人，明白吗？坐着不动，我给你去取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听啊！不会动。自己能行。搁这么多盐呢？我刚才尝了，一点都不咸。我们现在做菜呀，不要按照自己的口味，要按照孕妇的口味啊。来，我尝尝吧。你尝尝，一点都不咸。不咸吧？咸死了！不行，给你倒。哎，别倒啊！你咸，加点水呀、啊！这多浪费！别倒。吃这么咸的东西，还不如得得高血压呀！孙子的命重要啊，还是钱重要？以后做菜都不能搁盐。这人不吃盐呐、啊，才要命呢、啊！你让小草变成白毛女了、啊，那我们就克服几个月嘛。从今往后，我给小草已经制定了科学食谱，每顿饭都要加虾。加鱼，增加蛋白质和钙质。天天这么吃还不吃腻了？能不能换着样吃啊？我们克服，我们忍耐，亲家，忍耐啊！为了孩子，我们全家人都要支持小草。我们什么困难都努力克服一下，行不行？好，今天这顿饭我来做，好不好？咱爸来休息一下，来啊，去吧。我来。今天呢，算是彻底的佩服你。这么难吃的菜，哎，你居然还能吃得那么的悠闲自得，啊？
为了孩子，我们要给小草树个榜样啊！来，小草，吃个鱼啊！我自己夹吧。妈妈，我真的很同情您。哼，我更同情我的胃。哎，啊，被你们俩算是一国的人了，啊！妈妈，您说的对，最可怜的还是您。来，我的虾好了，我去取虾。撑不下去了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是吃鱼还是吃虾吃坏肚子了，都跑了两趟厕所。哟，那没事啊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回去躺着吧。来，吃饱了吗？哎，收拾干净了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。我请一天假，我陪着小草，怎么样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怎么样啊？还恶心吗？我没事儿。我求你们了，你们能不能不像看着大熊猫一样的看着我呀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当当，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？快去，别迟到了。你快送送当当去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，这儿有我们呢。行，你就。我都说了，我没事儿，去吧。去吧。那随时打电话告诉我啊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走。听你爸的话啊。小嫂，你这肚子都空了，想吃点什么呀？不行，你看你又提吃的，好不容易这……哎呦，不行，这得吃药，还吃药呢？这个时候可不能乱吃药。
那也不能让他一趟一趟的拉呀，虚脱了怎么办？那没办法，这个时候就是得扛着。这个时候要乱吃药的话，伤着胎儿，后悔都来不及呢。